足铁，铁杆那一圈，一圈，那个有点没劲的感觉啊，有点没劲的感觉，那个大雕像那个，足铁铁杆那边的啊，给它加固一下子啊，铁杆那个就加固一下子啊，再多输点能量进去啊，再多输点能量进去，因为地球上有重力嘛啊。有重力啊，有重力啊，因为这个大雕像，也是智能的啊，类似那个变形金刚这一类的啊，类似也是智能的，所以智能的话也会感受到各式各样的信息啊，所以呢，既然遇到了重力，那么把那个，重力相对应于重力这方面的，要这方面。补充上去啊，补充上去，因为制作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重力啊，现在在，都全部加固一下子啊，加固一下以后，然后就开放，那一旦开放以后，化学钱拿回来了以后，把那些以前的遗留问题把它处理掉啊，处理掉以后，然后该做的事情想做的就是推进下去了推进下去了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好，明白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啊。